子都没有吗？还是你真的是外来的？对，真的，因为正常是对。其实你有没有发现，小本那时候我是没有说的。因为他们跟我讲，他们跟我讲，然后我就利用一些事情，所以我们打算怎么样，然后因为他们是因为还没有，因为年轻，所以没办法。